小时候参与棒球运动，主要担任的角色是什么？一二三，捕手，没错，就是捕手。好，下列哪一个 Line Friends 角色和赖副总统同一天生日？我来拯救一下，两位小姐。副总统。副总，要不要玩一下游戏？玩游戏，可以，就是四个公平，然后这样烧焦，要烧焦，啊，这样，啊，怎么办呢？点它一下，点它一下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我要拿起来了，对不 对？然后这个客人需求的是草莓，点我叫草莓，对，点草莓果酱，然后点一下就可以送给他，成品就可以送给他。我今天很特别，就是在手机上常看到 Nike Day， 然后今天来到 Studio。跟副总统就是让我们看一下，那一般客户都会很快就跟我们说谢谢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说不客气。生日快乐！哦，还真是生日快乐节。网络诈骗其实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，从最早在2016年，我们就开始在做有关于账号钓鱼的防范，有些人就会来骗你的赖账号，想办法把你的赖账号骗走，再去骗你的亲友。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防范。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啦，因为你们变大了，功能变强了，应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。啊，这个责任是什么？就是要打诈，防止民众受骗。先不要说答案，先不要说答案，先说题目跟选项就好了。副总统养的宠物是？不是。重点再次来一二三，狗来好吗？副总统小时候参与棒球运动，主要担任的角色是什么？一二三。角色和赖副总统同一天生日。我来，我来拯救一下两位小姐。他是 A 馒头人，他是呢，是十月六号出生的，十月六号。中国的 AI 自拍，这个我们会产生五款不同的风格，都很帅，都很帅。